比方说你的头顶反手区啊，是这样，很被动的时候接完一拍以后，你如果再回到中心，让对手不管打到哪一个点，其实因为你回到中间以后都有一个停顿，那哪一个点那都是被动的。那所以你要回到，你如果是打完一拍精力很集中，是在这边等待的时候，那对方不管是打哪个点，你不用回到中间，你可以直接跑上去，就省略了中间的停顿的步伐，可以这样加一个垫步，最远的点你就能救到，其实时间上面是一样的。相反，你如果是打完一拍对方重复你的头顶的话，那作为你来讲的话是最近的距离，你一下子就可以反被动为主动，等待，哎呦啪，来这边是最近的最快的。抖音